等你大学毕业，我就回来给你过生日。大学毕业那一年，我22岁了，你一定要回来。这就哭了，这么多年没见，哭点还是和以前没变吗？讨厌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都不通知我一下？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难熬？你看起来成熟了好多，也变壮了，第一眼差点都没认出来。你这手受伤了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发生什么了？快告诉我。这么多的问题，我到底要先从哪个问题开始回答？这伤怎么弄的？严不严重啊？我去给你拿药。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不用这么照顾我，真的。你别动，坐着，别乱动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小毛，肖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位是？啊，这是阿衍，周衍照，他的手受伤了，我们来处理一下。你好，很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，我叫肖思志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已经看过医生了，一会儿拿点药就好了。那好，我先去查房，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。好。